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，一定要替死去的人报仇。 你好啊！你想找死吗？这里到处都是将军的耳目。赞达拉屹立不摇，你问这个问题干嘛？你也想被送到沙漠里去吗？ 你来赞达拉有什么事？我不问问题，只遵守命令。你最好也不要问什么问题。亚克拉杰问候你。 就是你，你就是那个到处探听将军的人吗？赞达拉，跟我一起走，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你。战卫洛奇拉是我的长官，他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。他跟我说，很快就能证明贾克拉杰将军是个叛国贼，却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不管他发现了什么。 都让他们动了杀机，想将他灭口。人尽杀漠就等于是死刑，我不会眼睁睁看着洛奇拉死在沙漠里的。如你所见，我们当中还是有人也这么认为。我在听。等你准备好就出发，别浪费时间。 卡加，你看下面，那是什么？继续飞，但愿我们永远不会发现。就在前面。 我看到了，飞低一点，找找看有没有洛奇拉的下落。卡加，我们要绕一下路。塞斯拉克帝国就在附近。你说蛇人？我以为他们都躲在沙子里。看来他们的人口比想象中多。没错，大家听好，改向西边前进，避开不必要的冲突。我想可能来不及了。 这件事情必须加速进行。
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那些凡人的房客来觐见国王，恐怕会妨碍我们。你去做你的事吧，将军，我的部分不劳你费心。 我们奉命杀掉这东西。我想看他受苦。混血人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哎呀，你还活着？你身上有没有武器可以借我？我的药水没了，可是货车之前还有一大堆塞斯拉克人。你愿意帮个忙的话，我可是非常欢迎哦。狐狸人可不像外表那么柔弱。 顺心又如意，武器灵活又锋利，选得好，这个我会用。好了，我们去杀塞斯拉克吧，要让他们害怕。